他们有信心。塞拉底下，他去找拉莫斯，拉莫斯靠近篮筐了，这个球还是拿给吴建。黄大杰，小人物上篮。 瓦奇的跳投出手有了，另外13.9个篮板，在联盟还第四。拉莫斯再拿到，拉莫斯再起，投太高了。往前给，哇，这个球给进去了。金九这样的一个年轻球队来说，他们一定要控制他们在这个上面的失误，因为其实在这季的比赛上，估计看起来先给拉莫斯，转移到底线，再去找朱冠轩，有啦。 在那个苏一静，吴明贤，瓦奇的跳投出手有了，哇哦，甚至有瞄来的动作，就往贾西亚那边去送。拉莫斯，三分钟整上半场比赛结束，36-30，稍微给张文平，三分线起了，苏一静。 这球到篮底下，哇，直接扛进去。这交给苏一静，陈静环，外给黄大姐，黄大姐刚上来，再外给陈静环，外线出手进，看起来是想最关键的。然后3月24号的对玉龙，张文平外线跳投出手得分，苏一静现在弧顶来了一个三分球投进。金九从第六季冠名之后，曾经有2个赛季有最好就是14胜，而且他们曾经有一个很。 著名的历史事件就是超过200公分的常人啊，1941-1945那时候其实算是算超级常人，因为这一节他应该犯规也比较多，已经4次，随时可能都会让对方计划加罚送。哎，结束，这节目前打了一半的时间，交给拉里夏苏一静，有啦，受伤有点麻，这个球被他应该抄走，多打少于承安上篮两分要到。 66-48，羽泉安这个球在篮底下勾进，再给贾西亚，贾西亚突破，这球到篮底下，贾西亚攻击篮筐，哇！这球给拉莫斯，那现在阿姨的策略就是去包夹拉莫斯，不过公园阿贝跳出来了，拉莫斯失误了。 多大找机会？贾西亚再给他底线运到陈佑许，外线跳投。贾西亚果然这个球，这个球还被贾西亚投进了。这球如果再打进的话，双方将会变成一球差距的陈佑许接入。看起来要再给拉莫斯，黄太杰这个转身撞进去，这球给陈佑许，陈佑许的外线出手进了。 外线跳投，哇！中间给苏一静，中距离，中远再会给陈佑许，陈佑许远投三分，没进。这场比赛要到这边准备结束了，时间剩下最后0.05秒。